你想要讲啥？我感觉对你很歹势，跟你交往这段时间，我常常背出国的行李，我都好好跟你相处，嘴讲爱你，但我却无得改善你跟我妈的关系。咱渐渐分手，你却用你自己的方式来改变我妈对你的看法，你真是了不起。事实证明，我嘛要改变啥？你改变我妈真多，只是后来我妈开始了，佮变得佮较差共款。我对你的感情变尔深，煞无度好好佮你照顾，是我唔对，我不应该爱你。有的时阵，我感觉我自己足无担当的。我明明知影我无得改变即卖状况，顺甲心情，静静定定是甲你一个人等伫台湾，就是因为我唔敢去面对咱两个感情的阻碍，当作只我无看的，对咱全部只会输啊。李妹，我知影你不是一个刀片的人，就是你才信任我，所以我更加袂当让你失望。我应该面对这个问题，来做些改观。佳玲，咱分开。对大家拢好，感情只只有这步会当行。我妈是被改变的，伊即马表面上只是咱交往，也毋过咱后壁阁有一代志需要解决。伊即马是为着我才会替你哦。也毋过伊安尼勉强得几久啊？心内卖袂快乐，这对伊病情有出大影响。友好、甲感情，那是无得两全。我选择友好，我留步对你、甲我妈。这是上好的。好，我了解啊。我嘛有一挂话想要感谢你。伫咧我离婚以后，原本我当作。我只需要拢爱一人过的时阵，你出现伫我身躯边，我知影，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这么疼惜我，原来我嘛等你幸福，这段日子。我现在就快乐的，所以你不欠我啥。